对，我现在已经不能绑鞋带了。你也不能绑鞋带。我现在都要把鞋子拿起来。弄一下，弄一下，我看一下你要怎么绑。我没有办法绑鞋带，我现在就这样，而且我没有办法蹲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也就是你月中刚过五十二吗？五十二还是三？我觉得过了五十岁是个康长，那个康长就是你突然觉得身体的整个体力往下滑，像有老化的状况。有啊，老化很惨啊。然后我现在膝盖，我之前去出外景去爬雪地，我那个在雪地我真的快哭了，而且我又肿，因为我陷到人家只是陷到小腿，我会陷到大腿，所以我要再拔起来，所以我每一步都是那个非常非常的辛苦。这三四个月我的膝盖都有点问题，就是你会觉得它啷啷的，你觉得走路有点撑不起来。对，所以我刚刚其实久违了听不到，可你会知道是你有啪啪啪那种的感觉。哦，关节在那种磨的感觉。然后包括现在，对，我现在已经不能绑鞋带了。你没有办法绑鞋带。我现在都要把鞋子拿起来。弄一下，弄一下，我看一下你要怎么绑。我没有办法绑鞋带，我现在就这样，而且我没有办法蹲。我就最低可以到多蹲？多低？就这样子而已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而且要扶着。然后就是没有办法，然后没有办法绑鞋带。以前我都还可以自己穿高跟鞋，现在都是要请工作人员帮我把高跟鞋扣上或什么之类的。你这样几年了，然后没办法绑鞋带。其实50岁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对，可能不能怪年纪，应该也是该给巴豆撸来撸短 K。所以我现在要绑鞋带的时候，我都要先看哦，大概还剩多少哦，然后就把鞋子拿起来，然后直接绑，绑完之后再穿高跟鞋。你最近有量体重吗？有量体重。你是以？现在之前变胖了，没有到一多少啦。没有一吗？没有啦，打死你！那你现在现在多少？九十几耶。现在九几？九五吗？九十四。九十四哦。我已经变胖了。